그래서 중국어로 저 빼고 다 중국 분들이셔서 뭐 되게 소통하기가 어려울까 봐 걱정을 했었는데 막상 촬영장에 가보니까 소통하기가 너무 편하더라고요. 너무 쉽고. 그래서 아, 이게 언어의 장벽이라는 게 없구나 또 생각이 들었었어요. 많이 배웠죠, 제가 중국어로. 他一开始也是有点担心，怎么样用中文跟一些中国的一些人沟通，但是后来他，因为他已经学了中文，所以觉得说其实他已经突破了这个语言的障碍，觉得沟通起来还蛮，就是比起来用中容易一点。大家也真的都有看到敏豪在这些刚刚跟大家的中文应对，然后在戏里面的所有的中文的表现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把时间留给大家，有没有想要问敏豪的问题？关于小马弗洛伊德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表达出就是挺戏内人格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不就刚好在小马掉下来那刻，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哭，因为我觉得还蛮真的很感动的呀、啊。然后我是想问说，就是在拍完这部戏，应该蛮投入，所以在拍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方式去调试，回到就是真实的生活去？对。然后我希望，其实我希望看这种类型片，我希望以后是演爱情戏好，对，我可以接受爱情戏，没关系。所以是那个看他很辛苦心疼了，是不是？宁愿他就是谈情说爱帅帅美美的这样，是不是？哎，你们影迷还真善变啊，各位。谢谢。일단은제가사실은감정에서빠져나오기가조금힘들었어요。그래서촬영하는동안내내스트레스도많았고되게우울한상태로촬영이진행돼서주변사람들이저한테가까이안오려고할정도였어요。那我那时候因为压力很大，然后我就是尽量，用成比较暗沉的那种气氛，所以一开始周边的人，我就是我的情绪要慢慢的起来，所以周边的人也是很难跟他聊天，对。근데이촬영은중국에서올로케로진행이됐기때문에좋았던점은바로이제한국에가니까看起来自信都得到了，对吧？因为那个蛮好的地方是我在香港，就是华人的圈去拍这个电影。那反正大家都是讲中文的嘛，那可是我回到韩国之后，就回到我熟悉的环境了，然后又是讲韩文，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恢复原本的我的样子。비행기에서푹자면서힐튼날려버렸습니다。在飞机睡了一个很好的觉之后，那把所有忧郁的气氛都已经忘记了，然后回到韩国。所以那个。语言跟国籍上面的变化，其实真的可以让他的心境有所变化。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希望以后敏豪多来演一点有挑战性，然后有特殊性的华语电影的角色，好不好？这样子切换上面比较轻松自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有问题？好，稍待。哦，不用麦克风。要真的讲得到哦。可以，OK，我想要问一下明豪，在这部戏当中啊，很多骑摩托车戏，还有一些打斗戏，哪一部分是你最辛苦的？还有哪一部分是你觉得最享受的？谢谢。즐기면서 액션을 했을 것 같아요, 보셨을 때? 在看的时候，觉得他是很享受的，在做那些动作的。전혀즐김은없었고他说没有，完全没有享受的。motorcycle action 的部分。motorcycle 아motorcycle 없었어요없었어요也没有。힘들었던장면은그좁은복도에서제가여자를구하려고복도에서촬영할때이제정말좁은공간에서세명이싸워야되니까정말로다치기도제일많이다쳤고동선이나이런게너무복잡해서힘들었어요그장면이他说最累的地方是刚刚在打两个那个男生嘛，对，然后就是在那个很窄的那个走道，所以在打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太窄了，然后有的时候会真的会受伤，对，那个场面他觉得很辛苦。
이게 연기지만 다치는 건 진짜 다치거든요. 그래서 그 장면 찍고 나서 호텔방을 돌아갔는데 온몸에 제 멍이 다 들어있어서 그걸 부모님께 이제 사진 찍어서 보내드렸죠. 那虽然有时候是演技，但是呢，有时候会真的会受伤，所以后来打到他全身都有淤青，后来他拍照给他的爸妈看。啊，你不是这样的吧？我们的儿子现在在海外这么的辛苦的。好，那个刚刚这样讲出来，可能大家又更心疼了一点，是不是？所以以后还是又接爱情戏就好了，对不对？然后看到他跟女主角卿卿我我，你们又在生气，这样你们演员很就是艺人很难做人，你们知道吗？好，我们再开放两个问题。好，哎，举手举很快，你要麦克风吗？哎，好来。你好，我是帮我女儿问的。她刚刚看完了之后马上哭了，小马怎么死掉了？然后她刚上厕所的时候问我，她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小马是不是真的很爱秀秀姐姐？잠깐만근데이영화가다섯살짜리가볼수있는영화인가요请问一下，这个是五岁的小孩子可以看的电影吗？좀부적절한것같긴한데아무튼저는정말로사랑을한거고왜냐면은샤오마를좋아해주고아껴주고챙겨줬던여자는오직그여자시우시우지혜지밖에없었어요부모님도없는상태이기때문에因为在那个环境他是孤儿嘛所以照顾他的人只有秀秀姐姐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그래서정말로시우시우지혜지를그리워했고만나고싶어했고사랑하는데그사랑이이제여자쪽에서봤을때는집착으로보여지고악마같이보여지고그게이게현실에서도있을법한이야기라서아마도공감이되실거예요但是因为他在剧里面就是很爱秀秀姐姐嘛但是在女生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像恶魔会太偏激了但是她相信这个也是在现实生活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应该很有同感这样子그래서여러분들도남자잘만나야됩니다所以也要好好的要选男人很重要但那个大家对于这样子就是小马尽心尽力虽然有点病态的但是全心全意的爱着秀秀姐姐应该还是很感动吧对很想要被小马这样爱着吗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哎，好这位一般没有人在床底下会睡觉그역할을촬영할때아일반적이지못했어요제가아닌그냥샤머가된느낌을받았고아얘는정말특별한아이고이상한아이구나那当时我在拍小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不是我了我是以小马的思维方式去想事情所以我想说啊这个小马的人真的是还蛮奇怪的그러면서샤머가왜침대밑에서잘수밖에없었을까를계속생각을하니까더몰입이되더라고요캐릭터然后他会一直想说为什么小马要在床底下睡觉呢他一直想他的情况然后